喇叭，喇叭你在哪？我让我吹你一下。就在裤裆。就在裤裆。裤裆里有一条蛇。不要回来。晚辈来晚。大年初八才看你，真的很不好意思，那就烤一枪，就是。全部都被录下来了。你考我？你怎么还没考我？你怎么还不考我？快考！为什么？为什么？哈哈哈哈哈！看我！整个眼睛扎了，这个眼睛怎么会扎了？显明了！笑笑，看后面还是你自己英文？那什么？显明了！朋友，朋友，大家。今年都开箱顺利。那拍一个呗，导演。德哥加油！德哥出来，德哥显灵了！导演到了，导演到了。哎，小欧，你被删到了。这次你要在演员社团里 po 什么文？提醒演员欢乐星期三过来啊！从前，从前，在沙漠中有一群饥渴的女人，其中一个人在沙地中。发现一个老旧的油灯，于是他搓一搓，神灯精灵就从油灯里跑了出来。嚯嚯嚯！你们把我释放出来，我现在可以实现你们三个愿望。女人听到就说：“哦，好屌！”于是，女人就得到了一条绝世跑屌。再讲。遅くも小発表よやこし放送よ世界にようよよよしむや連合店体温車中華旅行公用店至今至今我要看你的粉丝专页烂赞人数分析好洞察报告洞察报告我的女性有51%，25%是在15到34岁的最棒的这个，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手在发抖，手在发抖，梦寐以求的区间啊，超变态！你看看小500块，不能骂粉丝，不是粉丝，看你俩。这是最明显的吧。啦人真的是很神奇的生物啊，带腿毛是要干什么用的？哦，知道了，跟那种动物求偶一样，那个雄性的孔雀它求偶的时候，它会张开来，颜色越鲜艳的人就可以得到伴侣，那男性就是腿毛越浓密的人就可以得到伴侣。哎，那我现在刮腿毛是什么意思？哎，我加入影箱。现在是一个拢圆的状态，就是他们现在正在那边拍摄。现在是修和，哎，大家好，达康达康的舞台设计，负责什么部分呢？哦，就是
方当他吃不完的时候，他把它吃掉。我从偷来，就是因为这个。这边超酷了，完全是一种废墟风，感觉这种有人会在里面聚众拉 K， 假 K 笑男 K。帅！我刚刚发现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这边跟我听完了一幕，我想要试拍一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 key 掉 ，key 个背景出来。你是没按啊？有了，我有。你有按吗？哎，你们知道现在拍我的人是谁吗？是一个很常在某一家店里面一直打手枪的一个职员，前职员，他离职了。去到那边的时候，为什么都会知道呢？因为我们每次走进去那个地下室，快要讲出来那家店是什么，你就闻到一个很奇怪，一种不知道说不上来的味道。那你在越接近他的位置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越来越浓厚。那我们就说到此就好了，再见，自己飞了，没有，自己飞定，自己飞了，自己飞定。这位小姐，你应该先介绍你自己吧。我要介绍对象给你。好啊，那我马上介绍一个对象给你，来，跟着我走。好，来。好。哎，这位小姐，这位小姐。我不是小姐啊，我不是单身啊。你不是单身啊？真可惜，不好意思。可惜可惜。哎，我好像又找到了，来，跟着我走。阿妈你好，阿妈你今仔日真水，无啦，水，老岁仔要穿到水。阿妈你感觉伊敢有足缘投的？有哦，伊足缘投的，你嘛足水的。真的哦，啊你嘛少年的时阵，这个你敢会使做恁翁？乱讲，我乱讲哦。哦，做阿妈起码当做你孙呐。啊，阿妈谢你，谢你。阿妈谢你哦。阿妈快乐快乐。快车，快车，快车。这是谁？然后自己莫名的。不收场的，全部不承认就走，就走了。你是谁啊？好，谢谢，这是我轻轻的来，不带走一片云彩。真的？我都念出师，我都不能走。拍拍拍！我记得去年过年有一次，我一天三餐都吃麦当劳。天哪！我今年不管怎样，我发誓我绝对不再吃麦当劳。我在吃麦当劳，我就被狗咬鸡鸡。咚咚。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发现？被他发现了。怎么了？我手机什么事没发生啊？我家给我挖开。没有东西。你看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啊！你看。哈哈哈哈哈哈！播放记录，播放记录。哎，等一下，他刚如果是伯恩的话，应该是伯恩。起啊！那我的隐私啊！那我的隐私。小奥，你给我起来！怎么了吗，大哥？你现在帮我们看一下你的 YouTube 的播放记录。要看什么？没有东西了，那留言。不要点。伯恩那个，重点是因为刚刚伯恩是他最后点的，结果他又跳到后面去了。很正常。还要点到自己的点。回应到甜蜜的感觉。啊，小心点啊！盖着被子打手枪啊！打手枪是吧？裤子要穿啊！自己注意点啊！打枪，很会躲、啊。我们现在在嘉义生炒鸭肉羹，诺基是地头蛇，他很久没来，然后看到现在点菜单要吓到。看一下价钱多少？这里是嘉义，然后它完全是台北的价钱。过年点菜单，春节。我要加这个，这是什么辣粉哦？对，至少这个味道很接近我们平常喜欢吃的羹。就鸭肉羹重点就是要有点炒的焦焦的哦，再下去煮羹。了解，这样，它价钱就很接近我平常在吃的，在台北吃。今天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到处乱走，想说试试看，没借过这边的 C Buy。请插入信用卡。稍后。哎，真的可以借，好强哦！耶！真的到达台旅。哇，这一单应该都是四级吧？
妈送你内裤，她买，她会买一些内裤，好感人哦。平常上班有在穿内裤吗？有时候没有。为什么不是穿内裤来上班？就懒得穿。什么叫懒得穿？你不穿内裤会造成公司的困扰。不会啦，会啦。我不讲，大家都没发现。真的、哦。然后这个床，我想买一张，因为我就可以这样看内裤。就是把手机放下面。真的。哎，你会有什么毛病的？椅子要坐到底，然后这边可以垫个毛巾或者是抱枕。这边肌耐力可能要训练，做做滑轮下啦，或者是吊单杠，或者是划船。他应该很难。吊单杠，对啊，应该吊不起来。那我们就划船去冲绳啊！好吧，可以选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选个近一点的地方。